家好，我是看见中文版的 Apple， 今天非常的开心，因为大家看了标题就知道今天开箱的不是手机，而是开箱我很有兴趣的米家负离子风筒 H300。 女子嘛，这种产品我是一定特别关注的。这样的一个吹风筒又有什么特别呢？那大家看盒子就写了大风速、超快感、短机身、更轻盈、千万级负离子，这几点就是米家负离子风筒 H300 的亮点了。风筒的表面是 UV 气涂层，握起来的手感是比较细腻，白色也看起来很洁白，算是很不错的。体积非常的小个， 9.5mm 超短机身，吹风筒的重量就只有 498g， 真的是又小又轻啊，而且这样就很简单握持，非常适合女子，要带出门就非常的方便，比如去旅行啊、去朋友的家啊，都非常的方便携带。不过这些对我来说还是其次，因为现在这样的情况还是乖乖待在家比较好啦。还有最主要的是，虽然洗头发只是几分钟的事情，不过吹头发就很吃时间，男生们你们不了解的啦，除非你们也是长头发啦，平时用其他吹风筒去吹头发的话，最少都要10分钟的时间，而且还要一直握着那个吹风筒，拿着手久了都会酸痛，除非你好命咯，有人帮你吹，不然的话那个手真的是很酸，所以这个吹风筒就非常按摩啦。吹风口长度跟 lipstick 差不多一样大小罢了，所以非常的小巧，也不怕吹到手酸。重点是这个吹风筒的风速达到 20mm 的超大风速，搭载的负离子发生器能发射5000万负离子，所以吹头发的时间会更短一些，而且还会吹到头发更柔顺的感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所发射出来的负离子能够去除头发的静电，抚平毛躁，加上内置了温度 sensor， 可以1秒60次进行温度检测，将温度控制在57度，有效避免温度过高带来的发质损伤，更能保持头发健康光泽。同时支持3档温度调节和2档风速调节，温度调节就有热风、57度风和冷风。因为是跟着飞机发动机的原理来打造独特的弯曲叶片和出风口，可以降低风能耗损，有效提升风速，所以我本身用这个吹风筒的时候会感觉风很大，就算不用高温也能快速的吹干头发。我自己本身头发的长度来讲，大概5分钟就可以快速的吹干，不要看它小小个那样感觉好像风力不大这样，其实它的风速是很厉害的，我觉得很快啦。不知道你们平时吹头发的时间有几久，留言给我知道一下。还有这里有一点要注意的是，如果你头发很长的话，就是那种很长很长很长下的啊，你用吹风筒的时候就要跟头发有一点距离，不要太近哦，不然就很容易被后面的系统吸到头发，所以长发的妹妹们要注意一下哦。所以整体来说，这个吹风筒我是非常推荐的，而且价钱亲民，129块就可以拥有负离子风筒。我个人觉得这个吹风筒虽然小个轻盈，不过如果还能折叠的话就更好，因为现在要收这个吹风筒的话都会感觉很占位置。 overall 还是一个很不错的吹风筒，如果最近你也在找着吹风筒的话，不妨可以考虑它哦。这些都是我小小的意见啦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，大家记得按赞、分享，还有留言你们的看法，还有关注我的个人 IG，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，拜拜。